天蝎王晚安。虽然说要读书，但是还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读起。哎，对，没有错。红笔呢？哎，就笔在宿舍一直不见，只剩两个颜色的笔了。在哪？啊，我也是，我找到我的笔啊。早安。对，小青灵牌在，还在啊，一直都在啊，不会走了，它已经贴死死了，贴不下来，它撕不下来，它撕下来就毁了。Hello， 你眼皮坤坤西兰，对，所以小新在自己住过的痕迹了，都有啊，我东西也在一家的房间、啊，到处都有痕迹，我忘记我放在那边是什么东西了。有过大家只睡一间的时候吗？没有，没有这种事齁。之前八个人太夸张了，现在也不会啊。比起大家一起睡一间，还是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睡吧，大家。我看不懂这东西。Hello， 塔瓦哥，有点觉得像 Popcorn。Hello， 草莓酱。
在读生化，对，20个基本氨基酸，要背它，明天要考试，但我基本上是没有救了哈。那么快就放弃了，不行啊，真的太难了。今天到昨天都没有进度，就只有一个 glycine， 我只会一个，这个还有20个，那明天要考，我的天。我知道我是一个短期记忆力很好的人，但是20个有点太难齁。找同学求救了没有？这东西是连导，就是高中很好的一个化学老师都说要死背了。这个东西不简单。Hello， 暗红。我现在就是手写一次，然后看能不能就是比较好一点记忆，就是至少还有点图的印象之类的。图像记忆本来就比较好记嘛。这样考不好也可以安慰自己，哎，我读书这样。手写式，然后小抄做好。哎、欸，太大了，没办法。没听到回答，什么回答？你说你的那个吗？最近还有聊天聊到睡着，在别人房间睡床没有？不会进别人房间，小型的房间不会给人进。一家是也差不多，基本上。我们房间不会啊，因为大家还是要各自洗洗睡。就是他们因为大家变忙了吧，应该是因为这样吧，变忙了然后都很累，所以累就会不想再社交了的感觉，应该是这种感觉吧，就想要自己好好的睡觉。跟大家说，煎起来超肿，煎起来长这样，但没有照片，哈哈哈。不行，那我就把你的照片公开。一命换一命啦。这次听我们讲好累，就事情变多，我就应该是开学了。我们而且，对啊，开学了，真的要开学了的感觉，那个叫什么？要实体上课的感觉不一样。Google 一下中文版的，
等一下，我刚看到什么二十个氨基酸快速记忆法。修蛋姐，不要熬夜熬天了，已经不会熬夜熬到天亮了，没有这个能力了。就是早起，早起是我现在觉得非常幸福的事，就是早是非常幸福的事情，然后心情会好很多，就隔天早上起来就不会白天都很累，然后快要都下课之后，大学下课之后才开始有活力。昨天也查一下快速记忆法，结果完全跟我觉得快速记忆法就是在考前最混乱的东西了。不过没关系啊，查一下，至少有中英对照，在讲的时候比较可以懂。肝氨酸，肝氨呢？酸。谢谢 QQ 上只送了枫叶。Hello， 目前液态的爸爸不行，不要目前，一直都给我液态啊！你们会讲液态还是液态啊？音乐呢？音乐变固态了是不是？音乐。杰哥在隔壁，杰哥在前面，在你们的后面，在你们的后面。在写作业，在做笔记。明天要考试，杰哥在念书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没有，我说我不是他。对，杰哥现在也是一滩一烂，摊成一坨的烂泥，一烂大的一滩，没有错，一模一样。他翻个身，然后转回去烂，又翻回来了，翻回去了，抓了一下大腿。翻过来了，拉了一下裤子，
脚勾了一下，勾了两下，不动了，笑了一下，转过来了。饿了吗？那要不要煮饭？你有洗碗吗？快去洗。我想说我大学要先带哪间，反正我今天只住一天，然后星期一就回来，因为礼拜二没有那叫什么，你叫做实体上课，所以我会回来礼拜三再去，反正礼拜三早十还可以起床。一团浮云，他感觉很像那个有一种干冰，它不会就是这样子飘起来，它是这样子会流下来的那种。液态氮吗？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快国庆了，要去哪里玩？对啊，国庆嘞！下礼拜一放假哎，好爽哦！没有生化课，生化给我爆炸吧！啊？国庆日放假、啊？礼拜九，礼拜六没有放假，礼拜六要培训，礼拜天跟礼拜一放假。可惜礼拜二如果我是学号单数的话，我就不用上课了，我就可以在家上课了。可是，哇，那我先洗完澡再去大学宿舍。等一下我就要出发了。干冰是说它就算是气体也比普通的空气重吗？一定是吧。我看到这个，一年多没出门玩了。没有啊，我们有去南投欸，我们才刚回来。还是说你等一下哦，你也可以出门玩啊，国庆可以吗？国庆有在可以出门玩的吗？变成新鲜柠檬送野餐篮，很顺利。200%要上班啊！哇 ，Hello 超哥，身为宅男在网路世界出门就好了，没有错。身为我是什么大学生？还好有才刚，他刚出门玩回来，我就没有很想要出去了。那个出门的扣打还是有的哈。今天绝法晚餐决定了吗？还没，不过今天比较那什么，比较早，比较。早吃晚餐是比较晚吃午餐，总之我们家有去吃个两三点的很饱的意大利面，所以还蛮饱的。现在我觉得，
刚吃完两碗红烧牛肉面，好爽！怎么有办法吃完两碗红烧牛肉面？很饱哎、欸。跟你们说，那个不是有一间温州大馄饨是什么老虎酱温州大馄饨，每一家煮出来超不一样的、欸，超酷的。我们学校那边有一间超好吃，但是我们宿舍这边有一间很恐怖的，真的是在损害温州大馄饨的名声。我的天哪，欺骗我的感情耶。我打20种按计算倍返，然后点进去一个看起来很像什么生化怎么念什么东西的东西，然后点进去就是什么骗人的网站，什么恭喜中奖叭叭叭叭叭的。写作业还不专心啊，东张西望，还好吧。暗红月送我看好你哦。氨基酸地下铁导图，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帮助到我？最好被我看一下。那是什么听起来很可爱的东西？超简单谐音记忆法。我先至少把基本的写完，看起来怎么很像？是我还没有写到后面吗？我看起来像我都还没有看过。精彩介绍。哦哇哦！
好像捷运哦。这网站一定要储存一下吧，看一下。爵哥等等要变成孤单爵了，不知道会不会开心到笑出来。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笑死！他就要自己洗碗，自己洗衣服，然后丢垃圾，然后没有人都煮东西给他吃，这样。最好是啊。不好意思哦，这几天又只在这里住了一天。我觉得你要趁这次可以学煮饭，煮好吃的东西。咖喱面吗？我要吃别的东西啊，那吃什么去了？炒饭？不对啊，不是吧？我还处理生菜，不是吧？我记得不是啊，没有这么久了。我也在吃面吧。记得有小黄瓜，音乐其实没差吧？之前都一直跟他同房过，可能吧，可能就 OK 啊，谁不能自己一个人住？送了枫叶，他可能会打给我说：“爸爸快回来煮给他煮给我吃。”那其实他还没背完，好像第三个。妹妹，我要看他整理的东西，看起来是可以参考，但是有点，啊？翻译不太一样，我看一下。白氨酸，白氨。就英文要会念，才比较会背，才比较好背。这不会念。没有查。这么长啊，计算，怎么这么长一串？好酷！我想说，人呢，就是当世界分类出这么多小小的东西，就是。想象出来的，一开始也是从想象开始，怎么想到这些东西啊？
火箭字好好看哦。噔，今天张凡凡好看，好看字。以张凡来说算不错啊。等一下，缓静一下。哼，机械模式可以简写简单一点吗？就打开跟关闭就好啦。甘氨酸真的挺难干，干干的。饱和碳氢集团。还有学姐陪她，应该不会饿死，她有很多地瓜可以吃吧。你来问问医学系的朋友有没有口诀啊？你忘记没没朋友，太伤心了吧？勾勾复活了，要不要先准备一个礼拜大粮食挂在爵哥的脖子上？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，就是现在宿舍没有粮食了，剩下面跟咖喱，连蛋都没有了。怎样？刚刚觉得很怪，瞪大眼睛看着我。眨一下眼睛，看窗户，又看我，怎么了？对，看看什么谁？你在看什么？你在看什么？傻眼。在那喊什么？没有蛋了。他在看什么？看他手机。怎么好像《聊斋》里书生被美女迷惑的情节，笑死！好像有，真的有这段哦。国中还是高中？高中是有读到？没有吧？太恐怖了吧！跟大家说，最近有变重了，1公斤，恭喜！干嘛？刚才去看我，啊？刚才说太
变重了，然后拍了一下他的大腿，跟他拍一下他的肚肚。哎，跟你们说，大家觉得肚子一定是比我大的啦。嗨，这是什么鬼？也是吗？我少话了，糟。一公斤跟没有一样好吗？欸，不一样哦。你看猫咪如果胖了一公斤，那就是胖很多。但是，蛤？但是刚刚觉得胖一公斤就是没什么差那种感觉。小黑如果胖一公斤就变一头黑猪，可是刚刚觉得胖一公斤，哈？才没有夸张，很棒。但是又回台北，小心不要再瘦回去。不会啦，耗那么耗脑力，一定很快就肚子饿了。感觉读书会变瘦啦。那你最瘦的地方就是台东吗？对。在哈罗。我就是从万隆开始。啊？干嘛？刚才看我。哈哈。刚刚觉得转过来，滑了一下他手机，点点点点点的，打字抿了一下他的嘴巴，然后双下巴，这要背吗？要吗？这要背吗？这是什么？我的天，这要怎么画？它是一个环状的。我的天，天画得好丑，比起口述转播，我比较想看动态画面，这有点困难哈。刚觉得看我一下，刚觉得现在长得非常的丑，还有很极端的配色。刚刚觉得黑跟墙壁的白是极端对比吗？不是，是它的粉红色裤裤跟它的绿色上衣。这样，
对，素颜。其实一开始就不要化妆，久了就会发现根本就不用上妆就很正，好吗？你看我，刚刚觉得看我，没有长得差不多。然后其实一开始就不要上妆，久了就会发现根本不用上妆就很正了，好吗？怎样？请。他说你呀、啊。差不多啦，对你觉得还说有穿就不错啦。等一下，这样你不，这样你又裸奔了。这还有点好笑，这个有一个氨基酸叫 proline， 然后它简称是 pro， 就叫 pro， 超帅的 pro， 很霸气哦。当然还是会穿，家里是有人的，好吗？只是我们的师傅，尤其是高恩爵的一些卡通师傅，真的是很酷。我也不穿衣服，又不是你的。嘿。那就肚子就很大，是不是？你会不会以后就是，如果毕业了，然后天哪，如果毕业了，然后你的。现在的 T 恤就是胖到就背到不行那样子，就是毕业之后变成一个大胖子，就不用再管体重啦、嗯、会吗？你是这种人吗？会。一家说他一定是这种人，我不会，我没有在管的。你又没差，你瘦。对啊，你现在已经没在管，我一直都没有。渴望变胖啦，怎么样？你很胖，你很快乐、啊。再讲你胖，来自刚刚觉得死亡的死，太死亡了吧？你说什么？猫咪翻白眼。你的眼白真的很多哎、欸，虽然想叫高安爵去煮饭，可是不好吃，而且没有东西可以煮了，好可怜哦。快送了啦！账单房没有零钱，账单房还欠刚刚借215块。他如果每天直播都穿，才能这样怀疑，这么怀疑吧？怎样？你说师傅很丑是不是？
就是人一开始读书起来就会停不下来，就好好玩，写笔记好成就感的，好好看，排版真好，这样子。仅限于排版好的时候，或当天字很好看的时候。谢庆送了粉色芒花，之前云爵一周播三次的时候，那个粉红酷酷就出现三次。那是水库，他的确都是这样穿着，他还有一件灰色酷酷，还有黑色酷酷，粉色酷酷因为太具代表性了，而且这次去南投发更惊人的事情，就是他还有一件我没看过的粉色酷酷的浅灰色版本，同款包色。同款的、哦，酷哦。不知道为什么都只有拿出粉红色。我的天哪，好邋遢。如果你是一只马铃薯是用颗啦，就是你是肠道吸收很好还是怎样？为什么你会这么会长肉？那你在挑战我。水壶是我的手机支架。为什么不用被子？正常都会拿一个，就像一颗这样立起来的。也可以立啊。它看起来就很软，但又不想用它。它很厚呢。不想。拿啦！就拿嘛。就放倒，大家跟天花板聊个天吼。What？ 手机长爆炸，放着等一下。还要喝水。看粉色酷酷回去翻两年多的档，是这样是可以的吗？可以吧？不是啊，他之后可能也会出现啊。啊？谁？怎样？是谁？庆啊！你好丑啊、哦！极限哎、欸！需要粉红的庆庆。对啊，只是可能要找，之后也会有。感觉好像没有这么难背，一定是写笔记的时候的错觉哦。Oh my god， 画图画的好丑。拍他 ，no， 小番茄送幸运四叶草。
要想一下大学要回大学要带什么东西，我明天就回来了，不能把所有家当带出去。会长肉是因为消化很好，还是消化吸收好，还是肉的问题？长肉，变成脂，转化成脂肪，储存能力很好。Hello， 晴天。很赞啊，我觉得这样子很刚刚好的、啊、不会到太胖也不会到太瘦，以一个普通人来说，对吧、啊、是你和灵魂伴侣，也送了枫叶。呵，这讨论员觉得腿哦，没有，整个人，整个绝。欸、跟你们说，我看完路西法了，前几天，上个礼拜，好赞哦！那个什么《魔鬼神探》六季都看完了，只是我只差最后一季没看呢、啊。然后就他上了映，他上了我就看了。好赞哦！最后一是什么？最后一个，最后一季很那个哎、欸，一堆洋葱，很过分哎、欸！他变得没有这么的魔鬼了。你觉得腿上次说是遗传，结果阿公比他细，他阿公真的很瘦，是生病憨哦，这样本来是生病了，阿公超级生病哎、欸，对啊，傻眼，虚弱，不要看我爸妈，等一下，刚刚觉得爸爸的腿超壮的啊，对啊，超恐怖，想说他是可以把墙踹穿是不是？不要看我叔叔阿伯。
超猛的。不然你就朝这个方向迈进吧。哈？对。绝对不是这样。还好啊，这样看起来没有都很胖啊。很胖啊。我很结实，很棒啊，运动员的腿。学霸的腿是扛起一个家的小腿，是没错，猛的嘞！怎么少一个？还怎么少一个？至少有把三姐妹都养得白白问号胖胖的，黑黑胖胖，至少肯定是没有营养不良的问题，很棒啊！营养过剩，还好吧，正常吧。对我们家没有啦，重点是为什么少了一个？就是这个表有四个氨基酸，但是它没有，它只有三个图跟名字。给我休战姐。爸，随便吧，就这样照他分那张纸。谢谢哈喽，空班娃，谢谢送了枫叶、红玫瑰、pop cake、野餐篮、任意门跟荧光手环，谢谢哈喽。
生活是什么？生活感勉強します。加油。今天直播的那个至少要把笔记写完。谢谢可悲男子送了掌声鼓励。感觉今天写完这些应该是可以，选择题可以好一点，但是默写的话，我觉得我还是不太行。选出哪些是正确的结构这种的我还行，但是要默写出来实在是，不太可能。不然刚觉得你去看《解爱》，不然你就看书。就是明天的闲的时候，没办法看，快看完了，基本上。是我的暑假作业，他把就是在讲庄子的东西，我觉得他讲还蛮不错的，很白话，是一个还蛮很多年轻人，他为一些年轻人改带一些新的观点吧。暑假作业，暑假过多久了？是家里的人出的。
妈妈出的暑假书。不过还好啊，蛮有趣的，只是这么累。计算对蛋白质的立体构造它的影响。待在一起的影片不知道还会不会更新，哈？待在一起的影片，哈？我们的什么影片？想当初居家办公的影片说要练琴的呢，练琴，我吗？你的大提琴啊？有啊，有啊，没有弹到完全全对啊，但是至少会弹《鸣鸟不飞》的一首 BGM。前阵子有去朋友家弹，还不错啦。对，但是你们没办法听到。拿我的手机记一下，我等一下要带什么东西。对，我还要配回放影片。最期待捷运跟宅一起的影片说，捷运已经没了嘛？啊，那个，那什么，
在一起的影片是也不会出了吗？没有在发了。捷运暂时停更而已吧。这我真的不知道，这要去问一家跟小晴。的人也只能乱猜。换了公司，一切不好说。哦，换了老板是不是？捷运是什么时候的开始的、啊？是前一个老板的时候吗？宅一起是今年才，所以是新老板。宅一起也是之前的吗？是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是那个动漫的那个吗？不是啊，嗯，那已经是新的，我一起。动漫是超久以前，我怎么记得？我知道啊。把氨基酸粘在琴键上，应该记很快。那这样子我就不想弹钢琴了，不行。在一起是六月的，那就是新老板啦。对，我在写笔记，明天要考试，明天下午要考试，早上有别的课，所以只有现在可以读了。像那个火腿不能吃的，所以如果你哪天要丢垃圾，还是谁要丢那个那包垃圾的话，一起把它包起来，因为我不敢把它放外面放太久，会很恐怖。好紧张哦，等一下要去见新室友哎，有两个新室友，算是我入住他们的寝室，因为他们三个人都是去年同寝的，紧张哦。希望他们已经睡了，然后就不用跟他们讲话。可是我要搬行李进去，乒乒乓乓的感觉，不希望他们早点睡。
望偶像们都能跟你们一样维持下去，20周年、30周年。那我们真的是要变40岁那样，40、50岁。大学生觉得8、9点睡会不会太扯？等一下，早上8、9点不太对哦。新室友要是要来看新环境吗？我是新室友，我要入住他们的寝室。对啊，对，对他们来说我才是新室友，但对我来说他们也是新室友啦。他们也是，一个是我同学，然后另外两个是外系的。然后上一次搬床进去的时候没有遇到。可是啊，我去差不多已经10点吧，收东西到9点，然后9点出门嘛，然后差不多到那边10点睡，好是听起来不太会有大学生10点睡啦。其实 TP 以48G 来说，成员已经很坚挺了，是没？刘小琴开播了，在谁家呢？我们几年了？3年了，算吗？对，应该再淋一下，应该再淋一下。不然，其他日本那边的团3年走的成员会不少哦，是这样走。知道哎。因为我是比较后期才在犯的，所以也不会去追他们是从几年的时候进团，只是觉得他们在20几岁的时候，就是可能推了成员或是那种比较常露脸的成员毕业，我才会意识到他在20几岁吧，大部分都20几岁毕业这种感觉。我是想要看年纪。白痴，我现在看在干嘛啦？我很饿哎，等一下，他在桃园。谁？电头。第一次知道的成员是平，第一个知道的成员，第一次，我想什么？第一个知道的成员是品涵，但以为他是日本人，太酷了吧！后来面面跟 Mina 上
去上猜歌单元才开始追 TDP， 很酷欸，真的很酷欸，很猛欸，就是原本不知道本家的，然后只犯 TP， 真的是觉得好酷哦，没有理工生。对 SH 走蛮多人的，加嘞大约一个礼拜就记得全员的名字，怎么记得？你是看官网哦，还是怎样？不过阿福是从哥哥认识 TP 的，我是从那吉斯卡卡古恩的 TV 还是 MV 看到《薄暮游记》很帅，然后就入坑了。还有马悠悠，还有 CP。两个月就追完三年的所有影片，等一下，是我们影片太少吗？两个月追完，可是我要追完三年份 AKB 的影片，然后两个月内根本就不可能。会开始推法决是因为只有这两位会跟我打招呼，看得到我的留言。这样听起来蛮难过，但是我们也蛮难过的，就是我们的留言真的是很少。不过真的不得不说，七七我看过，我就是现在直播的时候我在旁边看过，那个留言是不可能用念的，告诉你。对，他们的真的什么礼物都在飞啊，可是那时候应该是因为那时候在少女咖啡厅还是干嘛的，然后就很礼物用飞的，就是留言是没有再停下来过的。对啊，来这边是有好处的啦。发现好像蛮多人会。所以我们都是对，我要冰敷。第一次跟你打招呼还吓到关掉浪是怎样？为什么要吓到？以为是不能回应是不是？好可怕！现在网络不稳，讲什么都听不到。太酷了！现在是不是异态了？现在可以了吧？可恶，现在关档真的是很好笑，很猛欸。刚追的时候好像寒假，对，差不多寒假。哦，想说寒假这么久了，酷哦。留言太少了，一开始以为平涵是本家成员，所以只出 IG 没特别关注团体，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坑这么大这么深，爬还现在还没爬出来，别爬出来了吧，就这样吧。看起来像脏脏的，头发竟然可以直播洗发，好神奇！对，我觉得好神奇。
且我更喜欢就是双推，就是双推，就是推我们两个这样子。Oh my god， 看起来好吃，看起来好痛风哦，好痛！吃完隔天直接痛风，晚上直接。面板。不过仔细想想，我如果是 IG 稀饭，也比较难得吧。晴天第十名是晴天，第九名是勇哥，第八名是阿福，第七名是变成新鲜柠檬，第六名是哈六，第五名是暗红，第四名是 QK 男子。第三，我换头像酷哦。第三名是许阿贝，第二名是令眼娟，第一名是庆。最精彩的时候卡住，那国外饭吗？海外饭，哎呦！外国人真的是很多都蛮喜欢我的。刚刚有觉得讲话都没听到，他刚讲了什么？你刚刚讲了什么？痛风哦。JTP 采用 IG 哦，我们为 IG 多了一个用新增一个用户。他应该没有讲什么重点吧？应该是。原来留言很少，之后啊，之后就没听到了，什么意思？留言很少是什么时候？感觉超久之前哎。好，哦，留言很少，应该中间没有什么重点耶。Yeah. 哦，我很喜欢，就很庆幸有双推，就是我的好朋友。跟我是被一起推的，这样子，加一个兄妹啦，三推，现在好像没有三推的吧？有，没有人特别这样讲吧？双推，然后直接变弟弟，单推、双推，然后就弟弟，就这样子而已。今天我上官方影片，还有海外饭。说营运终于愿意拍我了，什么时候啊？我都有去看留言啊，但是什么时候？就是，叫什么？就是海外饭说营运终于愿意拍我了，我上官方影片的时候，真的？对，是啊，好酷啊，好赞哦！好想知道我有没有台湾粉，一定有啊，有吧？我们的粉丝台湾在就直接泰国，超多的。泰国？对啊。是哦。嗯啊。泰国？对啊。好酷啊、哦！应该是我的粉丝啊，没有说大家。印尼跟泰国很多啊。我应该是日本。不可能。日本不多。手机桌面目前是云爵，应该会维持到爵哥生日，再换我吗？耶、yeah! ！没有。Yeah. 对，我粉丝真的很多外国人，昨天才去翻 IG。对啊，真的很多外国人，其实大家的粉丝都蛮多很多外国人，但是我是因为人口基数少，是外国人占比算很大。再是这种感觉。在南州都不吃。我那不喜欢。没有吧？我觉得还不错吃啊。对啊。就是没有到，就是。哦，这个好吃。对。干嘛这样？
天要吃什么呢？回大学吃，大学旁边很多吃的耶。漏了那么多东西，面包，可以叫啊，那你要快叫哦，快点叫他，爸爸饭的群组，他饭群组成组饭群组成真的很多元，但台湾饭好像都女饭，没有吧？就是女饭算多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女饭算多吧，占比算多，但是男生还是大概占了三分之二以下，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之间，什么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之间，只是女饭好像都不太敢直播留言，应该不知道他们有忙自己的事情吧，就是像我的特工吧，他是大学生，那蛮忙的那种，挺感觉。还打工啊，干嘛的？你先点，我要先写。干嘛？我还要犹豫啊！大家推荐什么？麦当当的东西。大家请看，这就是高圆圈。跟一个不会阻止他吃东西的室友，不是因为我刚刚看 YouTube， 然后他有广告，他就放了振兴套餐，就是每个都100，哦，那就直接点他，但是没有啊，那就别吃了吧。男饭没超过一半，哎，对啊，写那个合照会，我不是说还没有男生来找我过，全列都女的。第一次啦，第二次就破蛋，虽然无法参加任何 TV 活动跟买周边，但看 YT 影片加减充流量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双层牛肉鸡翅，炸大麦一颗。大的啊，吃什么？吃什么小东西？小东西便宜啊，大东西才会饱啊。大东西才会长肉啊。我已经够多了，你要不要看？还是我今天就不翻了。去住那边。然后只带床单，只带床单，还没有枕头，有枕头已经带了，我有枕头，你没有包起来的那种，你是用它降温吗？有用吗？有用啊，有毛用，有用啊，是麦当当没有错，热的吧？可能是它帮你加温。20分6块鸡，快点起来啊！等一下，谁付钱？太多了。重点不是太多，重点是谁付钱。谢谢。三单握手会，跑跑列动女粉，还一开始还不敢去拍，不敢跟，不敢什么啦？啊！给我来啊！这个不能不敢。这要关到我们，要关到我们的钱哦！对，不要，没有意思，不是这意思，要关到你们的，要关到你们，旅游戏体验。对。糖醋酱汁给一盒，是在给心酸的哎，超没诚意。想到哪里了？啊！好想吃冰淇淋。大家请看，这是高圆圈。我好久没有吃冰淇淋了。
就可以说月八哎、欸。从上一次回台东，超长一段时间的那个，就没有吃过冰淇淋。那也还好啊。我上一次吃冰旋风已经快半年，大概两年了。Hello， 哪有那么久啦？我跟你吃过一次，一次，啊、他一定是比你晚了。可是我没尝，没有选吃。好好吃、哦。有一次是去走路，走了。我们是每天都在走路，请你说哪一天？去就是站着，然后吃麦当劳，站着取餐，在西门吗？还是哪里？它窄窄的，窄窄的，对，它一楼窄窄的，然后二楼才有位置。你说半夜吗？不是，它不是宽的，它是窄的。然后柜台，然后我们，然后直接上去吃那个什么奇怪的牛奶糖。附近。哈？附近。什么附近？宿舍附近。是吗？不是，是白天。不是，那间我去过很多次，不是。那天那顶，那天是有那个叫什么座位的。反正就是附近的，是真的。啊，是不是要不要点啊？啊，你有钱吗？欠我500块，搞不好只有300块啊！我想吃鸡块。我姐跟我说，双层牛肉不加酱超爽，可是外送不能不加酱。可以给他那个吧，备注啊。番茄酱，我觉得不错啊。可是我上次点双层牛肉，它超扁的，扁到不行。我之前在那个马鲁那边，就是很可爱嘛。小黑，对，我喜欢小黑。小黑，大家综合榜成为了小黑的信徒。对，一见到直接转推。对，马鲁是什么？什么鬼东西？什么猫咪烂东西？猫咪烂东西。哎，这不是我们讲的，这是他主人讲的。对。他就是个猫咪界的烂东西。对。我记得这句话。妈的，这不是小黑，这是天使。对。小黑好乖哦。小黑好。小黑是应该跟妈鲁灵魂交换一下吧？嗯。他是野猫哎。消失哎！我们就没有动力去南投了。跑遍全山头，然后消失这样。对，不会再回来。不行啊，那个谁啊，马鲁有自闭症，他有社交恐惧症，不是自闭症，讲错了。他一定有。猫咪界的社交恐惧。猫咪界的。不知道有没有真的买了，也指定了却不敢来的粉丝，不可能吧？不要不敢来，我们不会咬你。对啊，我们是很凶，是不是？我们是偶像哎、欸。他在拿出一把枪，然后噗噗噗这样子。台中的。他是怕其他粉丝。噗噗噗。怕其他来自台中的粉丝。刚刚绝佳就是沙发掀起来，然后就是很精彩的。嘿嘿，我是要吃麦香鱼啦。你帮我点了吗？哦，你要鸡块？对，6块。那你要什么？还是薯条？你讲啥？你要什么配置？有什么？还是你要再加10块鸡块？觉得还不错，光10块。这样
样子有比那个便宜吗？有比十块卖个几块便宜？应该一样吧？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加二十七块。这个哪有十块卖个几块啊？有啊，172，172，172。是把放肺活量下集的时候，大概十单左右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啦。薯条大，薯条大，你要喝什么？有什么？下面有冲锋枪，你差不多了，我觉得应该就会有乌兹啊什么的这样子。那个啊，肯定有 Victor 吧？哈哈，P90啊，P90啊，是玉米浓汤，玉米浓汤，小的，怕变成企鹅的背景啊，企鹅。企鹅哥推荐的是哪种枪呢？我觉得 P90 比较好用。哎，有用过。游戏的部分呢、啊？那个 M， 什么 MK 还是 MP？MK 一二哦，那是狙击。不是那个小小把黑黑的，跟。从那个、啊、物资切士 Victor MP5 M 什么0.45.45那个超难用的东西，它不难用，它超痛耶、欸、是吗？看起来很像小手枪 MP 吧， MP5 吧， MP5、欸、MP5 赞，它很烂耶、欸、它超痛，我觉得它超难用，没有它很好用，但是你不会用。什么 T91K2 T65K2 是在台湾的分步枪吗？不知道，我听不懂那些什么腰什么怎么动的。我要喝什么？我的天，现在变成战场，是不是构造太奇怪了？个人还是喜欢 M16 系。好，我说 PUBG 以外的枪我都不知道齁。RPG 是吗？对，谢谢完美主义者送个幸运四叶草，但是我已经念吧。快写完了，啊！总部现场遭受敌方通信干扰，好，以后都这样了，以后直播卡住就这样子。凝固中。要不要直接加一个热键？我要不要早点出门？应该是吧，应该是要哦。那我要下播了，在外送来之前出门。等一下，再点心酸奶，我是不是领外送，然后全部领走？哎，抱谁？还带去吃啊？再考虑。哇，是要把我杀死？不行，带过去那个薯条就不能吃了。带过去薯条直接来弄。
哈？这不去薯条不接单吗？对。直接问。他应该是硬掉吧。现在二十个吗？有了二十个了啦。好的。明天搬，干脆别搬了吧。我有想过，因为我只要去住一天而已。干嘛？好臭，是恐龙啊！你是那个，你是那个，就是什么撒娇教科书的那个？你们去查撒娇教科书，可能会有那个穿红衣服。我觉得好好笑，天哪！早十的时候再回去，明天早九也是可以耶。可是明天去干嘛？哦，可以耶。可是我明天我全明天不会起来啊，明天这样子我七点就要起床哎，是吧？对啊，好了，我拼一下，我看今天会不会，今天可不可以就不搬了。明天早上起来搬，可是我行李要先收好。没事啦，我也会起来。我们都被亮醒。对，我现在都是叫我早上七点，早上九点就被亮醒。看看这个绝望的窗户。我们都被亮醒了，都被热醒。气死！好爽哦。你今天不是要起来吗？七点多。我不记得了。你还给我睁超大眼睛哦，Hello，吓到哦。带点伴手礼给新室也是理所当然的，是有气味的部分。帮他们、那個、吃的声音。对，啊喵喵喵喵喵的那种。哦，好好吃这样子。别打。然后我星期二回来，然后星期三回去，然后就是发现那个床被割破了，直接掉到窗外。好可怕、啊。不行，我的室友有台中人。怎么样？台中人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讲话、啊？怎么样？你这里室友也是台中人哦。又危险，不能乱得罪。你明明就超狂暴得罪我，你有啥、啊？胖子。哎。什么黑字呼吸？黑字呼吸也黑不过我了。就是说你。然后云杰快用你的黑字呼吸。太黑了，抱歉。还是有等级的啦，动位不一样啦。我现在只是一个公心。D T O S 公心，哇，你们真的很懂军火哎。D T O S。嗯。哦，亮型的部分，难怪我不怕，我太黑了。在我不见。算了，我不要。叫台中的胖子想去看海了，直接变企鹅背景了。很漂亮，可是超难用的。动起玩它，怎么啦？后来是想住海景第一排，还不用缴房租那样子，没有税也没有房租。面向出海口，空虚的金钱，对，已经被处理好了。后事什么的，不要消费台中人。也是啦，是你有钱吗？听起来有啊，我的小钱包有哎、欸，是小黑，五块一块、啊，不是是自动。是哪一国钱币啊？等一下，一分钱 ，one cent， 美金呢、欸？一分钱美金有啊？美国，顺便去的、啊，也去过三天，酷哦！有住到他们的境，采过他们土地，买一铺，买过他们的盘，买过他们的咖啡。好喝吗？我没有喝啊，我买咖啡粉。好好他会抖，去那个。星巴克创始店，
西雅图。哇。上学那个，就是那个在可以在手上翻那个金币的那个。你要放大一点是吧？小不拉几。人太小。三房两厅一卫浴，卫浴是指前面的大海。哎，好哎。所以真的有人在里面哦？没有。三房两厅，两厅是什么意思啊？客厅跟厨房之类的这种吗？哦。就现在啊，现在是我们睡的是什么？四房两厅一卫浴。有灵魂的中部种，在制作过程中埋入了灵魂，灵魂注入灵魂。求你哦！哦哇，好准哦！没听我。好，我要下播了。你那份晚安在。大家晚安。好丑。还没打疫苗，我还没打疫苗。拜拜。什么意思？不会痛了啦，多久？